文山，你文山跑来这里啊？不行哦，啊，不行哦，文山跑来这里哦，就好了吧，不要让后方难为了，因为我都会经过这里，没办法。你就来林山路，你就到这里已经摔倒几个轮？几轮？还有去住院的呢。六七位居民围着这名妇人，要求她不要再由凤山跑来大寮这里喂流浪猫，因为流浪猫到处乱跑，已经多次造成车祸。妇人面对居民的指责，激动的反击：“我是想说哈，这边的住户比较没有水准，然后呢，请大家如果说呢有经过这里的话呢，好最好来留意一下。你看这几个人来围攻我，哈，围攻你。”居民指控为流浪猫的妇人把食物随地放置，造成脏乱，大量的流浪猫在住家边活动，造成车祸，还会破坏物品。家中养它是丢在地上，第二点在那个铁板上面，在那边。都谁在清理啊？这边的住户，如果说生蚂蚁啊，他们都拿扫把过来扫啊。你说什么叫拍啊？你啊？要怕耶！我哎呀，细细的啃鱼胶拢未使啃，就随它放了。另外，夹椒啊，夹好阮的顶下卡，吼，伫遐吃，吃啊，规个顶下口拢全开啦。第二间的迄间，伊那夹迄个鸟鼠啊，吼，拢过伫顶下卡吃。里长说，居民不反对喂流浪猫，但是希望用容器装饲料，避免造成脏乱。而动保处也主动联络了里长，提供诱捕笼来捕捉流浪猫安置，避免乱跑的猫咪影响到交通。东森新闻方宗卫、黄瑞麟在高雄报道。